陈总，我们把于全名下的洗浴中心拿过来了。什么中心？啊，洗浴中心。戴总，我们要洗澡堂子干嘛？那不是洗澡堂子，是洗浴中心。都是洗澡的地方，只不过多了点色情服务。哎，陈总，这个中心可值300多万，算是这一次跟吴昊买卖的收入。戴总，这种地方跟集团公司的社会形象不大相符，你还是把心思用到点子上吧。这是海天集团发来的律师函，他们声明广厦公司和海天没有关系。我好不容易咬住了他，我是不想撒嘴，怎么应对他你好好想想吧。好。钱总，您看您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啊？我看啊，还是赶快把我提到副总的位置上，好让我多为你操点心呢。哟，康哥来了。康哥，这一大早的你怒气冲天的，不怕伤肝啊？陈厂这小子真是不识好歹，我好不容易把洗浴中心给拿过来了，白送给他他都不要，说跟集团的社会形象不相符合。那个姓罗的女人还在旁边煽风点火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山哥，您生他的气，我不还生您的气呢？这于泉的洗浴中心是哥几个联手做下来的，凭什么白白送给那个姓陈的？陈哥，您进巨野集团到底什么目的我们管不着，可是您这心里要真有我们哥几个，至少是一起做事一起分利吧。怎么着，找我摊牌来了是怎么着？告诉你们，我心里烦着呢，赶紧走人。哎，小郑，你看怎么样？还不错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上你再说啊。这俩小子看着挺眼熟的，能不能近点？可以。吴昊，说，我跟你说一事儿，吴昊和一小子到古都道来了，咱们和他的事儿应该还没完吧？没完呢，刚才陈厂还跟我发火呢。为什么呀？海天集团发来律师函，和吴昊他们公司跟他没关系。那吴天和可真够混蛋的，连自己的儿子都不帮一把。吴天和想脱身没那么容易。我说陈总，你把吴昊那个小子给我盯紧了，有必要的时候我得找他谈一谈。康哥，我是听出来了，陈总的意思是还想跟吴天和继续玩下去。陈哥，我出个主意吧，算是道歉了，我觉得从这个律师函上下手有戏。接着说。这律师函不是律师写的吗？那海天的房律师是我哥的同学，咱把他的屁股挪到咱们这边来，那他再发这律师函还有个屁用啊。好主意啊，我也能说上话，房律师是我妹夫。这样，你们先请他吃个饭，然后安排我跟他见面。约好了直接两道说得了。对，行，那咱们就直接见真章。哎，两位帅哥哥需要什么特服吗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那个，我们俩是要谈点事儿，谈完之后再特服。你先出去啊。哎。吓我一跳！看什么呢？哎，特服什么意思啊？特服啊，特服就是需要花钱才可以享受的特殊服务。哦，哎，
我明白了。行了，那个你给我点钱，我得办正事儿去，我得买个手机，再开个账户。卡里5000块钱，拿去办事吧啊！哎，这你老爸老妈对你的感情如何？就看这招了。管他们呢，只要能弄到钱就行了。行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对了，手机关机，打电话用座机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我手机不一直关着吗？赶快去。那我走了啊，快去快回啊。陈哥，这小子要走，我要不要拦住他？昌哥让我们盯住的是吴昊，只要他在就行。那我让小秋进去。嗯，交代小秋，一定要千方百计的哄他玩，我可不希望在那屋再看见死人。好的，强哥，那我去安排一下。去吧。等我腾出功夫来去骂于权，替你出口恶气。妈，在别人眼里该有的我都有了，可谁知道我唯独没有幸福。花儿，跟他离婚，这世界上好男人多的是，干嘛非跟他在一起啊？妈，等我能下地了，我就去和他办离婚手续，让小杰陪我去，有小杰在我就不怕他撒野了。妈也跟你一起去，我得跟办手续的人好好说说，于权他不是人，这回非离不可。妈，这些话说出来我心里就痛快多了。你呀，这些话应该早说，女儿有心里话那又不跟妈说呢。啊，大嫂。哎，吴花，你醒了。啊，警察同志想向你了解一下当时出车祸的情况，你看方便吗？你们坐吧。好。花儿，你行吗？没事了，我先跟他们说着。您回家拿一下洗漱用品，您房间的柜子里还有我的内衣，也一起拿过来。我估计我得住几天院了。好，小高，麻烦你先帮我照顾一下他，我先回趟家，马上回来。好，没问题，你去吧。马上回来啊。好嘞。今天下午我们想具体研究一下你们所提供的日本方面法律规定，明天上午9点我们在这里讨论协议的具体细节。よし。我们在自己的养殖基地为你们准备了午餐，请赏光。客随主便吧。那就这样了。喂，我们这个项目，妈，这样，我是洋洋，刚才不方便接电话，有什么事您说。什么？哪家医院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杨总，我不能过去，请代我向吴总请假。啊，这种活动是不能请假的。对不起，我姐出了车祸，我必须马上去医院。哦，这样，那我就跟吴总说一下吧。谢谢啊。等等，我很冒昧的问一下。你打电话的时候说洋洋，洋洋是谁？哦，洋洋是我小名，那我先走了。停车车，梅子小姐，请。孙呢？他请假了。这个时候怎么能请假呢？他姐出车祸了。什么？出车祸了？你干什么呀？又不是你闺女出车祸，那么着急干嘛？有没有说伤着哪儿没有啊？不知道，这不是去看了吗？
我要不要去看一下？你没事吧？人家合作伙伴去探望手下的亲属，你不想再谈了吧？上车吧。身体好了，一定让他登门拜谢。您跟我就别客气了，有时间我还会来看他的。那感情好，我看花的情绪现在已经好多了。阿姨，没事，这叫做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。哟，托您吉言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慢点开啊。妈，我姐呢？啊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你怎么？我姐在哪儿呢？你姐在里面，快走！哎，姐，姐，瑶瑶，怎么样啊？还活着。姐，我坐过你的车，你开车技术不是挺好的吗？怎么能出车祸呢？瑶瑶。出了车祸后，姐有个体会：车祸首先发生在心里，其次才出现在路上。心里撞车了，乱七八糟的，手里握着方向盘，又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这能不出车祸吗？妈刚才跟我说，你不走了，进爸公司了。是，压力大吗？工作压力是挺大的，不过我能应付得来。不能这么对他，你爸说了，他那缺人手，特别是缺像你这样的人手。你跟他对付了，怎么对得起我呢？妈，是对不住我爸，跟您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啊？我是他老伴儿。我知道你们俩的意思。你爸现在有老婆，哎，把手给我。花儿，在这点上，我们女人就是比男人强。女人能挺住，能熬得下来，男人就不行。像你爸这么优秀的男人，照样不行。不过我不怪他，是历史原因造成的。但是有一点，虽然我们没在一起20年了，但是老伴关系没有改变，也改变不了。妈，您真伟大，我爸他一定会好好补偿您的。把你们拉扯大，他挺为我自豪的。妈，我现在唯一不舒心的就是你跟于权的关系，要离了婚，找个好男人，这就是妈最大的心愿。妈，我不想再结婚，以后我想跟你一块过，行吗？那是你没找到好男人，要碰到像小高这样的就不会再守着我了。病床腾出来了，现在可以去办住院手续了。啊，好，啊，谢谢啊。能不能给阿宝打个电话，问他那边准备的怎么样？好，吴总，都准备好了，咱们一去就可以开始了。哦，白手起家呀、啊！
那看，这里就是我和海妹起步发家的地方。好，好啊。先交10000块钱押金。哎，刚从银行取，不会错。妈，你现在可真挺趁。再多呀，妈也拿得出来。哎，咱们那笔钱不是买房了吗？你爸又给了，给了10万呢。我没客气，全收下。女人要养家，有钱呀，心里踏实。2区102室第1号病床。谢谢啊。谢谢啊。下一位。洋洋啊，你姐命不好，嫁给了于权那个畜生。我是不准备让她回去了，等她出院以后回家来住，你们可要好好待她。妈，您放心吧，我姐是为我上大学才嫁给于权的，我要是再对她不好，那我还有良心吗？我也得告诉小杰他们两口子，有我在，你们谁也不准为难花。不会的，等我哥回来以后，我们俩一起去找于权算账，至少替我姐揍他一顿。走吧。真香。这个呀不能算酒油。好香。来，一会儿敬他们一杯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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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。谢天谢上，虽然是简单的野炊，但我们董事长要求我们一定要让客人吃到地道的家乡菜。阿贵师傅呢，是我们海天大酒楼最著名的厨师，他的手艺啊，那是大大的好啊。大大的，对啊，好，我通通的米西。你是不是在等儿子的消息？我放不下心。这样吧，你在这儿陪客人，我去休息一会儿。啊，我先离开一会儿。好，好。嗯。哎。啊，好，石田先生，请。慢点啊，哎，小心。来。啊，慢点。哎。来。来。小心一点。一会儿让病人把病房服换上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是爸。赶紧接啊。爸，我是洋洋。你姐怎么了？撞断脸的肋骨，刚做完手术，现在人已经醒了，刚安排好床位。他能接电话吗？您等一下。是爸。爸。花儿，对不起啊。你是不是生爸的气才出车祸的？不是的，爸，您别往心里去，我现在已经没事了。花儿啊，咱们一家人重新团聚不容易，你要珍惜自己啊。我知道了，爸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干这样的傻事，让你们都为我担心。花儿，你让于权来找我，我给他分配工作。不用了，我跟他之间只剩一件事没办，那就是离婚。行了，我来说。天和，花儿身体虚，不能多说话，就这样啊。好。哎，妈，您不跟我爸说两句啊？哎呦，我净想着你姐，忘了我还有话要跟她说呢。转告她，让她别为花担心。嗯。等花儿再结婚的时候，请她回来喝喜酒。嗯。妈，说什么呢？怎么了？我女儿就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？有幸福就要追，妈支持你啊！当着洋洋的面说这些让人害羞的话，多不好意思啊！
姐，妈说的没错，你要是能追求到幸福的话，我心里也会减少一些内疚感。你真在这儿呢？你不陪客人，跑这来干嘛？客人不用陪了，有安子在调动情绪，热闹着呢。走吧，咱们过去吧。能告诉我原因吗？什么？六神无主，你怎么了？我在为孩子担心，我觉得我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，愧为人父。现在不要想这些了，好吗？我知道你的心思，我打了吴华，他在生我的气，等他的气消了，自然就会回来了。我们不要担心了，好吗？好，走吧。走吧。我跳得好看吗？非常好看，好极了。可是我最想让看到的人没来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来。他今天还来吗？你指的是谁啊？吴思恩先生。他今天不会来了。你看出来了吗？梅子小姐对吴思恩很有好感。国外的女人喜欢直来直去，应该提醒吴思恩，让他有个应对准备，是吧？你说这梅子如果对咱家吴浩有想法就好了。听唐明说，池田先生的家产至少10亿人民币。你一说就是钱，我们的钱已经足够用的了，没必要再让吴浩找一个10亿家产的岳父。除了钱，不还有关系呢吗？如果咱们成了亲家之后，咱们想投什么项目，还不是一说一个准啊？你不要再去想那些没边没眼的事儿了，还是回到家里好好琢磨一下日本的法律，别让池田把咱们蒙了才是真格的。那你回去查一查法律书呗。这小子有点做贼心虚的意思，看来是反侦查了。通知一下小牛吧，让他先撤，看他们下一步想干什么再说吧。五哥，你知道吗？好朋友离开地球的时候，他会寄一半灵魂给你，让你老想着他。等你也离开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在哪儿见面了。你可真会编故事。你看，好朋友来电话了，我要出去接啦。那你快去快回啊。快去快回啊，我等你。哎，哎，我说你找什么呢？神神秘秘的。你没看过呀？电视都这么演的，干这种事儿必须得保密。那女孩呢？出去接电话了。来，我这边准备好了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不是真的下决心敲诈你老爸了？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搞不好咱们两个都得进去。我宁愿进去，我也得把这事办成。不就500万吗？我不能让姓戴那小子看不起我，到时候我把500万砸在他面前，我看他还有什么话好说。一向要500万，多了点吧？不多，我的命连500万都不值吗？再说如果要少了，他们还不信呢。行，那听你的。哎，等会儿我演戏的时候你得配合我。没问题，我进来之后才发现咱俩配合还真能干出点大事。嘿，
那是必须的。我觉得周慧在我身上只想占便宜。是吗？他要的那个戒指我不打算给他买了。哎，你不会又想转送给陪你那个女孩吧？恭喜你答对了。哎呀，我觉得他比周慧强多了。真厉害啊。你说谁厉害？小秋啊，陪你那个女孩。不对，她不是厉害，她是我见过这世界上最温柔的女孩。哼。天和，你气色不好，回房休息一会儿吧，这有我盯着呢。一会儿房律师要来，要介绍一下和池田合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。他来了我叫你呗，快去吧。啊啊。天和，有人给我发信息，咱家文浩被绑架了。我也收到了。您拨打的电话是咱家的。再见。啊！是不是方飞打来的？喂，喂，你听着，你儿子在我们手上，想让他活命的话。打钱来！我要听我儿子的声音。你等着。爸，别打我了，别打我了！再不老实，你再不老实！我惹您生气，可我也没法治啊！爸，救救我！过来！喂，听见了吧？是你儿子吧？你要多少？你这个亿万富翁要五百万不多吧？不许报警。话怎么交易？等我电话。老实点，还动！别打我了，别打我了。这俩小子抽什么风呢？刚才他打了个电话，看起来像是办什么事儿。让小秋带个丫头进去，把他们分开了套话。好。你快说话呀！你想急死我呀？说什么呢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跟我说话呀！好，确实在绑匪手里，他们要五百万，不给就撕票。五百万？吴总、杨总，你们都在就好了，那我就一起汇报了啊。五百万？他们疯了吗？杨总。我还没说呢，再说五百万也不够啊，除非是美金。啊，他们要的是美金还是人民币啊？说的不是一回事。刚才接了个电话，吴浩被人绑架，绑匪开出五百万的天价。五百万，赶紧报警啊。哎，不能报警，报警的话他们就该撕票了，我儿子的命就没了，怎么能报警呢？也没办法报警，现在除了一个手机号，没有绑匪的其他信息。我建议你们还是报警好，有了这个手机号，他们再打过来可以监控他们呢。阿妹，你说呢？我们不能因为五百万你儿子命都不顾，钱可以再挣，儿子还有吗？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，出去。杨总，我是好意呀。喂，我是郭子，哎，我有点急事儿，想请教你这大律师啊。好好的，一会儿见啊。我等着你啊。啊，这事儿知道了啊，都是哥们，来，这儿请。哥，你这今天给我摆的是鸿门宴吧？嘿嘿。当律师的警觉性就是高，顺子他哥是你同学，昌哥你也认识，是不是？咱们就坐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，跟鸿门宴打哪儿去了？再说我是你大舅哥，我能害你吗？
害你不就害我妹妹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啊啊，坐坐坐坐。房山，您可是大律师，如雷贯耳。不过您是我哥的同学，怎么连坐下来喝杯茶您都不给面子？就是。俗话说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今天啊，我就只当是入一次虎穴吧。王律师，这就是家茶馆，也没老虎。你放心吧，我只是咨询几个法律方面的问题，弄明白了，咱们就散，绝不为难你。昌哥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我是海天公司的律师，海天和巨业现在有法律纠纷，我们坐在一起，的确不太合适吧？就是为了解决纠纷，才请你来的嘛。这份律师函是你签发的吧？是啊，我说的法律纠纷就是这个。俗话说，解铃还需系铃人嘛。昌哥，你不会是让我把这律师函再收回去吧？那不是太难为你了吗？我就想请你站在我的角度，帮我出出主意，看这个事情啊怎么解决。哎，陈总把这事儿啊交给昌哥了，他一筹莫展，又知道咱俩的关系，找你来出个高招，把这事给摆平了，让昌哥在陈总那儿有交代。昌哥跟我一说这事儿，我就提您，凭我对您的了解，摆平这件事小菜一碟。房山，耍大牌还要开口费吗？真没文化，这叫咨询费。对不起，什么费我也不要，告辞。等等，把这个带上。这是什么呀？替我给弟妹买件衣服，我还有事儿。哎，昌哥，昌哥，昌哥，还没谈呢。慌什么呀？这里有蝎子呀。一万、两万、三万、四万、五万。黄律师，你可以啊，没说几句话就得了五万块钱咨询费。快把昌哥喊过来，快。来来来，收好了，回去给我妹妹买点像样的衣服。你也是大律师，别舍不得花钱，回去给老婆打扮得漂亮点，那是男人的本事啊。哎呀，昌哥已经走了。你把昌哥的电话告诉我，我跟他单独谈谈。好好好，回头等我发你手机上啊。谢谢光临，请慢走。喂。哦，今晚去动感酒吧。好，一楼咖啡厅见面。好，不见不散啊。昌哥，哼，谁和钱有仇啊？啊！昌哥，我们之间的谈话最好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，这可是我们的职业习惯，请多谅解。哼，小心谨慎是应该的，我很欣赏。不过，我希望能够听到切实可行的建议。华而不实的东西对我没有吸引力。我是作为朋友而不是海天公司的律师，咱们今天坐下来沟通一下，我提几个建议供您参考。我的律师函呢，实际真正的意思是想让巨业集团在关键的时候让一把。中国的老话有一句叫忍一忍风平浪静，让一步海阔天空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那海天公司这个事儿啊，可就麻烦了。这小命啊，攥在你们手里了。请详细的讲一讲。妙极了。
你真不愧是大律师啊。过奖了，过奖了。哎，不过现在的吴天和可遇到了难题呀。这个问题解决得好，那么我们的官司可以继续打下去。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不好，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可能就到此了结了。什么难题？还牵扯到我们巨业吗？吴昊被绑架了。什么？下午我在吴天和的办公室，他接到电话，对方说要500万，说不给就撕票。是真的？千真万确啊。我建议他们报警，可是这杨海妹把我臭骂了一顿，说我要害他儿子，连吴天和都跟我拍桌子呀。你说说，我在他手下干了这么多年，我这么大一个人了，怎么能受得了这个窝囊气呀？对呀，这人要脸，树还要皮呢。啊，你要不跟他们干，巨业欢迎你随时加入，那待遇绝不会比你在海天低。有您这句话点名，我就踏实了。哎，昌哥，到里面说。哎，昌哥，我电话里跟您说了，这小子就在里面躺着呢，你还不相信我，非得亲自来一趟。事关重大，我不得不来。走，看看。走。哎，昌哥，请。哎，昌哥，昌哥，请。昌哥，这是那叫吴昊的小子，这叫陈建。球在陪他吗？对，你不说要稳住他吗？小球缠他十天半个月没问题。去，把小球叫过来。哎，你看我干嘛？长哥都发话了，去。去呀、啊！哎，长哥，这小子进来以后有什么异常？哦，他倒没有。叫蔡健那小子下午出去过，回来后就打电话，好像是办成了什么大事儿吧。打完了电话就跟吃错了药一样，在房间里那是又蹦又跳。是什么电话能让他们乐得像疯子一样？肯定是好事，天大的好事。哎，来，小秋进来。哎，强哥，你要被人带来了。哎，张哥好。哎，你们俩先出去，我有话问小秋。哎，那我先去睡了。去吧。哎，走啊。哎，吴昊跟你说了什么？他好像没接触过女孩子，什么都问，什么都说。他谈到钱了吗？他说要送我一个钻戒。哦，还有什么？比如说500万什么的。他说他能弄来500万，好像要交什么定金去倒腾什么房子。说这笔买卖能赚上千万。好好陪他，这小子可是条大鱼。哎，知道我的手机号吗？知道，你不是不让打吗？关于吴昊的情况，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池田さん、もう9時ですよ。我去看一下。进来。杨总，吴总，备台时间到了，客人在等着。我更离不开啊，这时候谁有心思开会啊？我才不去呢。杨总，如果开不下去的话，应该告诉客人开不下去的理由。思恩，你去把唐明给我叫来。哎，怎么都不来电话呢？天干嘛来个电话？他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啊。哎呦，你坐下待会儿好不好？要不回你自己办公室去。你
你跟我凶什么凶啊？我是浩浩他妈妈，不该着急吗？你跟我吼什么吼啊？我是武天和。喂，钱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嗯，好。嗯，你把钱转入我的账户，记下我的卡号。我要和吴昊通话。喂，爸，你快救救我吧，我们被他们打死了。你听我说。喂，浩浩，我是妈妈，你怎么样了？妈妈一定会救你的，你别着急啊。妈，你快把钱给他们吧，你再不给钱，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好，妈妈给他们钱，你告诉他们不要伤害你，行不行？喂，少啰嗦，记我的卡号。好。吴总，吴昊出事了。啊，好，我都记下了，你放心吧，肯定把钱给你转过去，你别伤害我儿子啊。走吧，去银行转账去。为什么不报警？闭嘴。吴总，会还开吗？你先跟池田先生解释一下。怎么解释？先不要说儿子被绑架的事儿，那样会吓坏池田先生的。好，明白了。哎，思恩啊，你跟我去办事。嗯。哎，让他去干嘛？办事需要跑前跑后的，你跑得动吗？走。哎呀，非常抱歉，吴总家里出了点事情，今天暂时休会。一会儿安排各位去游览一下我们附近的风景区，也就是说明天的日程和今天的安排做一下调换。各位请吧。我可以请吴森先生陪我一起去游览吗？对不起，他跟吴总出去了。明天他会来的。又是明天？中国有很多明天吗？难免吃亏，从